您尝过菏泽的特色小吃娃娃鱼吗？为什么叫娃娃鱼啊？我以为是鱼呢。您相信这世界上真有永不凋谢的花吗？这味道蒸出来之后应该也挺好吃的。敬请收看花约富贵牡丹富一方。小丽，该出发了，怎么还在贴面膜啊？哎呀，等会儿等会儿，这今儿采访什么呀？你这腕是越来越大了啊，牡丹说18遍了。我知道是牡丹呀，我一直都在和牡丹做亲密接触呀。您看啊，我这敷的面膜就是牡丹做的。哎，好了好了，还是有心人啊，快点快点快点。哎呀，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。您瞧，这个也和牡丹有关。记者小迪这番急着收拾出门，原来是要去曹州牡丹园啊。聪明的观众可能已经猜到了，没错，这里便是山东省菏泽市，古称曹州。自明代开始，曹州就已经成为我国牡丹的种植和观赏中心，到了清代更有曹州牡丹甲天下之说。今天的菏泽牡丹种植规模已经发展到了42万亩，囊括9大色系、10个花型、1000多个品种。每年春天，这里的牡丹相继盛开，万紫千红，香飘数里。因为菏泽的牡丹历史悠久，色系齐全，花大形美，味浓。所以说，从我们花农种牡丹开始，就自然而然的形成了民间的一个牡丹观光旅游活动。从92年开始，我们菏泽审时度势，开始举办了中国菏泽牡丹文化旅游节，截止到目前呢，已经举办了25届。牡丹是中国的国花，历来被人们视为富贵吉祥的象征。借着这样的节会活动，人们纷纷前来观赏这些富贵花，熙熙攘攘，到处都是人与花的海洋。牡丹雍容华贵，真的是不愧于国花。牡丹很美丽。一丛丛雍容华贵的富贵牡丹花，成为了书画爱好者们临摹作画的天然佳丽。画家们早就摩拳擦掌，纷纷拿出了笔墨纸砚，将这难得的国色天香之姿定格于纸上。唯有牡丹真国色，花开时节动京城。每年我都要花开的时候，我都要在这里画牡丹，写生牡丹。因为我是曹州人，我喜欢我的家乡，所以呢，我想把这个牡丹，它的雍容华贵、富贵的精神绘画出来。春来谁做韶华主？总领群芳是牡丹。行走在牡丹园中，千顷牡丹一望无际，千姿百态，颜值颇高，将这里的春天肆意装点。这个叫雪映桃花，雪映桃花。一朵牡丹既结合了桃花的粉红色，又融入了雪的白色，从中间到边缘呈由深到浅的渐变，像不像是白雪的光泽映在粉嫩的桃花上呢？这个叫白花春笑，你看它这个花开了这个形状，它像一只笑脸嘛，对吧？你看，啊，你可以，那咱们仔细看看哈，对呀，这有一定的弧度哈，然后这个花瓣有一定的卷曲，对对，啊，就有点像一张笑脸，像笑脸，对，啊，您仔细看看像吗？像笑脸啊，所以这取了一个笑字儿。对，那为什么叫百花丛笑呢？百花丛笑，因为您刚才也跟我们讲了有500多个品种吧？对。那怎么就单单把它给拎出来了？它怎么地位这么高啊？因为它长得比较高啊，就是高，比隔壁地方就是高，就是因为高啊，对，因为高。与其他同龄的牡丹相比，百花丛笑这个品种的高度明显高出了不少。听老师说，这是因为这种牡丹品种生长速度比较快，所以高度也就相对高一些。这个是深紫色的哈，对对，老师，这个叫什么名啊？叫紫燕夺珠。夺珠哈，那怎么就夺了珠子呢？这个花，这个黄蕊啊，黄蕊中间好像包着一颗珠子。
相比百花丛笑的花多叶少，紫燕夺珠的枝叶更为繁茂，紫花还得绿叶配。这颗硕大的雌蕊珠子您记住了吗？传统品种，很古老的一个品种。古老啊？对，它是这个名字叫摇黄。摇黄是牡丹四大名品之一，自诞生以来，摇黄就是非常名贵的品种，因色泽明黄，形似皇冠而被皇家所追捧，更因其数量稀少而有了贵极摇黄之说。玩在菏泽，吃在菏泽，伴随着牡丹文化旅游节的举行，众多的当地特色小吃也齐聚一堂，共同掀起一场味蕾的狂欢。老板好。啊，咱们这儿小吃是娃娃鱼和凉皮儿是吧？啊，是。这个是怎么做的？您能给让我看一下吗？土豆粉。土豆粉啊？为什么叫娃娃鱼啊？我以为是鱼呢。这个就是当地的方言。煮好的娃娃鱼，再加上点麻酱汁、辣椒油等调味汤汁，浸泡上就可以了。特别的爽口，特别的清凉。吃了娃娃鱼还是有点意犹未尽。话说咱菏泽的特色小吃可远不止这些，这山东煎饼最是抢眼。这什么口味的呀？这是香菜黑芝麻的。黑芝麻的？对，焦黄焦黄的。嗯，好吃吗？就好像哈，这里面有这个很多很多层哈，已经都数不清了，而且每一层都是香香的、脆脆的、酥酥的，咬起来哈咯吱咯吱的，哎呦，太好吃了。热闹非凡的节会总是云集了各样的诱惑，这不，一转身，小迪的眼球很快就被那些琳琅满目的小商品给抓了过去。能拿一条我看看吗？你喜欢什么颜色的？那个宝蓝色的吧。是的。啊。这个是35条。这上面是什么图案呀？牡丹图案。啊，这都是牡丹啊。哟，大家伙看看啊，这个围巾上面呢都是雍容华贵、国色天香、特别漂亮的牡丹。啊，当然呢，我们可以把它围一下。除了印着牡丹的丝巾，还有打磨成牡丹花形状的各色饰品，以及国画牡丹等充满中国风的绘画工艺作品。咱们这是什么呀？这是苏绣。苏绣啊？哦，这种小的是？小的是也是苏绣，这是手绣。手工人。这是机绣。啊，这是手工绣的哈。对。哎呀，非常非常的漂亮。正乐呵着，导演发话了。咱得再去多拍点牡丹的镜头，不然过了花期可就不容易看到牡丹花了。哎，老板你好。你好。我看这花特别漂亮，这花真的假的？这是真花。真花啊？可是我看园子里的真花很多呀，怎么你这个很特别啊？得拿玻璃罩子给罩起来。这叫什么呀？这叫不雕花。所谓不雕花，是人们将新鲜采摘下的牡丹花朵、花叶、花枝经过脱水、干燥、定型等数十道复杂工序加工制作而成的，历时有3个多月，做出来的成品和牡丹鲜花的花色、花型、花貌、花韵等几乎没有差异，不仅克服了鲜牡丹花不能长期保存的缺陷，还具有了特殊的观赏价值。我这在园子里逛着逛着呀，就来到了这么一个地方。哎，您看啊，这应该是做的面条。咱们再来看看这边做什么好吃的了。哦，这个我猜应该是牡丹花题材的某种小点心，或者是面食。这个应该是成品了啊，而且你看这雕工很不错啊，想必这味道蒸出来之后应该也挺好吃的。这个可不是吃的东西啊，老师，这不是吃的。对，这是牡丹瓷。原来记者小迪看到的面条和盘子里的牡丹花不是面食，而是颜色跟面食颇为相似的牡丹瓷的泥坯。牡丹瓷顾名思义是以牡丹花为创作原型的艺术陶瓷，以优质高岭土为原料，经过搓条、编盘、塑形、晾干、素烧、釉烧等10余道工序手工制作而成，工艺非常繁琐。
出炉后的牡丹瓷成品造型典雅端庄，惟妙惟肖，色彩瑰丽绚烂，姹紫嫣红，有红玉瓣、黄金蕊、琥珀枝、翡翠叶的特征。用瓷器这种中国传统的手工技艺，既诠释了牡丹的雍容华贵，又兼备了瓷器的典雅古朴，让牡丹的花朵得以长久盛放，也算得上是另一种形式上的永不凋谢的牡丹花了。在牡丹园里，不光是年轻女孩，就连很多老人都顶着一个艳丽的牡丹花环。在路边随处可以看到一边编着花环一边向游人兜售的当地人。入乡随俗，在牡丹园赏花带个花环不但应景，拍出的照片也加分不少。这个花环怎么卖呀？10块钱一个，美女。10块钱一个啊？呀，那您手上的这个应该是快做好了吧？快做好了。一个大麻袋，里面装满了各种颜色的牡丹花，随手搭配颜色，依次缠在柳条圆环上，一个漂亮的牡丹花环很快就诞生了。这就大功告成了。对，好，戴戴试试哈。哎，把它戴在头上哈。所以您看啊，这牡丹花呢，因为每一朵都特别大特别厚，所以戴在头上有没有觉得像一顶特别漂亮的花做成的帽子呢？有没有觉得我像花仙子一样漂亮？开个玩笑哈。那咱这个牡丹花是从哪儿来的呀？自己家地里种的。那这个牡丹花我算了一下呀，合下来一朵才1块钱，划得来划不来呀？不把它做成花环，这些花都是没有用的。是吗？是的，这些都没有用。哎呦，这么漂亮的牡丹花竟然是没有用的。牡丹花开在园子里，可以供大家观赏，开的时间还能长点。再退一步说，就算是当作盆栽卖掉，应该也不止10块钱，这样变成花环也忒可惜了。不行，为了搞清楚怎么回事，我们决定跟着这位小妹去她家的牡丹地里寻找答案。这就是我家的地呀，弟。啊，这就是啊。哎呀，这牡丹花好漂亮啊。这个漂亮的牡丹花就是刚才做花环你说不没太有用的那花吧？啊，对对。哦，那刚才咱俩也算了一下哈，大概一朵是1块钱左右。是。那这牡丹花都这么便宜，估计这树应该就值不了什么钱了吧。哎，你搞错了，我们这个花跟这个苗是两回事，要是花跟苗那就错之10万8千里了。那这株树得多少钱呀？我给你说一个保守的价。保守价啊？保守的价。嗯，最低最低这棵牡丹就要10万块。多少？10万。10万？就它啊？对，10万块。10万。一朵花和1块钱，一棵树却要卖10万块，这不是开玩笑吧？你看这个树龄有多么高啊。哎，这个树龄是1米8高了。哦，1米8高了。我们这个卖这个牡丹啊，主要是看那个树龄的年龄的大小。嗯，树的高度。那这个花儿的话，我看都是做成那个花环啊，花环好多这个游客都戴在头上哈。做成花环的话，算了一下，大概一朵花也就卖个1块钱啊。哎呀，我跟你解释一下吧，这个因为这个花在我们这个地里面开完以后都谢掉了，哎，我们搞个0块钱到花园里边随便哎变个花环卖点钱，哎，就算了，是这个意思。我们主要是以卖苗为主，不是卖花。原来，在我们眼里觉得值钱的牡丹花，在花农眼中反而是最不值钱的。正值花期的牡丹花，如果不摘下来，最终也会谢掉。与其白白凋谢，还不如做成花环卖给游客换点零花钱。而真正能卖得到价钱的竟然是牡丹花的种苗。从地里回到家中，热情好客的小妹一定要留下记者小迪，说是让他尝尝他从没吃过的东西。小迪逛了一下午那么累，我给你做点好吃的招待你。啊，把咱们家好东西拿出来招待我啦？对。哎呦，可是妹子呀，你这话说的是好东西，可是锅里这不就是普通的炸馒头片吗？你别急呀，这个保证你从来没吃过的炸馒头片。啊，我还从来没吃过的炸馒头片。小蝶你尝一下。啊，好。
好嘞。嗯，你听这声音啊，焦焦的，脆脆的，而且吃到嘴里那香味儿啊，又充斥着整个口腔，特别的浓郁，我简直就是没有办法用语言去形容啊，喷香喷香的。不过虽然这味道啊，确实和我以前吃的有所不同，但是能到说从来没吃过的地步吗？因为这不是普通油做的，是用咱们家的牡丹的牡丹籽油做出来的。什么油？牡丹籽油。是不是就是刚才咱俩去地里看的那些特漂亮的牡丹，他们结的籽榨的油？不是那种，那种是观赏型的牡丹，然后有专门做油的那种油用牡丹油，那种是白色的单瓣，那种是专门做榨牡丹籽油。啊，别说这里面还真有讲究哈。那小迪也特别想亲眼去看一看油用牡丹到底长什么样子呢？找啊找，终于是找到了一大片白色的牡丹。您看呀，这牡丹多漂亮，是不是就是我要找的油用牡丹呢？对对对，这就是你要找的油用牡丹。找对了。找对了。啊，老师，那您能不能给我们讲讲这油用牡丹有一些什么样的特征啊？这个油用牡丹主要特征就是一个是单瓣，再一个是雄蕊和雌蕊比较丰富。雌蕊、雄蕊比较丰富的特征，使得与一般的观赏牡丹相比，油用牡丹可以结出更多的牡丹籽，这些籽便是榨取牡丹籽油的最初原料。这个油用牡丹也分多种，这个比较典型的就是凤丹和这个紫斑这两种牡丹。这个凤丹一般都是白色的，嗯，有一些变异，有一些粉红色的，啊，但是很少，大部分都是白色的。紫斑牡丹量还有斑点，所以比较紫斑牡丹。你像那个凤丹牡丹和紫斑牡丹，现在出油率能达到20%左右，啊，一般也就用老百姓那个土话说，就是五斤能出一斤油。牡丹榨油靠的是牡丹籽，那么从最初长在地里的牡丹籽到最后的牡丹籽油，需要经历哪些过程呢？这个是果荚，果荚就是牡丹在开花以后，都这个季节不在开花嘛，嗯，开完花以后呢，花败了。就会长出这个果荚，这个果荚呢，在大概在7-8月份的时候，它会慢慢的会成熟，成熟以后，农民就会把它摘取出来，摘取出来，经过晾干，这个牡丹籽呢就会脱落下来，脱落下来再经过晾干，然后呢，去除一定的水分，就可以送到车间里来了，就可以加工，就是果仁，果仁就是牡丹的果仁，我们榨油呢主要是用它。经过多道工序榨出的牡丹籽油，外观金黄剔透，闻起来清香扑鼻。作为新兴的食用油，牡丹籽油的多项营养指标都比较高，堪称牡丹中的精华。这个是不同的这个牡丹的枝杈。那对对对对对对。然后下面这个是它的根儿是吧？对，这个根儿啊，就是咱们平时说的那个丹皮。看着不起眼儿，甚至还有点丑的牡丹根，还可以入药。原来节目开头小迪用的牙膏就是加入了丹皮的提取物丹皮酚。不仅如此，牡丹花瓣萃取出的精油还可以广泛的用于护肤品、香水等日化领域。牡丹花能护肤，根可入药，种能榨油，真是身手不凡，让人大长见识。牡丹花的名声让更多的人知道了菏泽的名字，而随着乡村旅游的火爆升温，当地的农家乐也做得风生水起，有滋有味。我看您这已经开始忙活上了哈，今儿这打算给做点什么好吃的呀？炸点小酥肉。叫什么名？小酥肉。小酥肉。对，猪肉切成细条，放点花椒面、盐，用手抓匀，撒上淀粉，打上2颗鸡蛋，之后再撒入少量面粉，搅拌均匀。待锅中的油热了后，下入猪肉条，炸至金黄。由于大姐将猪肉条切得细，而面粉放得并不多，这使得肉上挂的糊比较稀薄，味道想必与一般的酥肉有所不同。外焦里嫩，而且这个肉香味儿啊特别的浓，好吃，点赞给大姐。来到菏泽，不吃到牡丹做的菜似乎不够圆满，到底怎么做的呢？这个原料呢，这个就放点盐、味精、香油都行了。新鲜的牡丹花瓣加入了这些调料后，经过均匀搅拌，
据说可以保持牡丹花瓣的原汁原味。啊，我先来尝尝这个味道哈。找一片红色的。嗯，牡丹花的清香，再搭配上咱们的盐啊，少许哈，还有这个香油的香味儿哈，可以讲这个香味是更加的浓郁了，很爽口啊，非常的爽口。那咱们这道菜叫什么名字呀？凉拌牡丹花。啊，凉拌牡丹花。接下来的这道菜同样是用到了牡丹花瓣，只不过是切成了丝的，或者豆芽、萝卜丝、韭菜、鸡蛋丝放在一起，放点调料搅拌均匀，包进一张张鸡蛋饼里，包成小卷儿，沾点有粘性的面糊，防止馅料散落开来。挂上糊去炸，再去炸一下。啊，原来这道菜是要炸的。那这道菜是叫什么名字呀？这道菜叫炸牡丹春卷。牡丹春卷刚刚炸出来几个，我们的记者小迪就已经迫不及待了。这刚刚出锅的就是不一样，外面您看金黄金黄的颜色，焦焦脆脆的，外焦里嫩，里面呀有道蔬菜的清香味儿，当然最重要的是还有牡丹花的香味儿，也非常好的融合在了一起，口感很不错呢。喏，眼前这一朵朵牡丹是不是几乎可以与真牡丹媲美了？红、绿、黄、白多种颜色，逼真的造型犹如朵朵牡丹花在餐桌上盛开。没错，这些牡丹花就是菏泽的一些酒店推出的牡丹宴。您看呀，这张大厨的厨艺真是了得，短短一会儿功夫啊，满满一桌子的牡丹宴就做好了。可是有的菜啊，我还是不太知道名字，您赶紧给介绍介绍呗。这我都不跟你说了。不是，刚刚您做的你怎么不给介绍了？这位老师比我会说多了。老师，我跟你说说。好嘞。你听听。好。你要到菏泽来旅游，一定得尝尝菏泽的牡丹宴。牡丹花瓣当食材，色彩艳丽，味道鲜。您来说，我来唱。你唱唱。我唱。菏泽牡丹，菏泽牡丹，又一牡丹宴。隔金玉板，隔金玉板，瓷身品盘。各种牡丹花蕊，牡丹根，牡丹春卷，牡丹糕，糕实在是糕。餐桌上朵朵牡丹花盛宴，保证你吃后赛神仙，保证你吃后赛神仙。这正是菏泽的牡丹名胜乡，富贵牡丹富一方。好。